第三天了咯，要离开酒店了，然后要去住二舅的三八，去吃早餐，去跑跑一下，总之是一点钱回到了。哇，今天很淑女耶。第三天的早餐，拉萨。云吞。开始。海耶，结束了，要回家了。没有啊，在等小姨来站，看看墙壁有什么古董，也不是古董，以前的风景，这个纪念的价值，以前的 KK。很多小狗，真的，我要去玩了。有，我要玩了。那边的小，可以做赤果果。没有了。拜拜。哎呦，悄悄的，哎呀哟，几多只啊？怎么全部舔我的脚？哪一个比较美？那豆豆就是这样大只咯，比那个黄色的。然后勾这个，勾啊，就是勾吧。出虫。哦，那旁边。哎，中眼了，再来，再来。豆嘅，刚刚就是这样子画出来咯，那种有颜色的。等那个牛奶在旋转的时候，所以你开始看它转了吗？可以进去哦，妈妈。
先生。OK， 关着，敲一下。关着，敲一下。走了那个。大力点。就很多很多包包是一直转一直转。哎，好似要撩坏，要翻撩坏。外面有一个，外面有圈圈。迟点我们再去拍。蜜在那里，风景很美嘞。Sit. Si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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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t. Yeah. Good boy. Come on. Ah, ah. Turn up. Yeah. You want brown color? Yeah. Like, 不是 brown color, caramel 这样 caramel color.哎，我们在这边谈天咯，谈天完了我们要去冲凉。阿平咯，看看下，看看下，哇，他们睡 cam 哦，我们没有了，我们去睡下面那边。